问怎么又哭了，那就是理由，我现在想要走。欢迎孙盛熙来到安安大明星，安安大明星，耶！我回来了，真的，哥好，你好，你好，你回来了，真的耶，上次来就是一点点时间以前的事，是，但是没关系啊，就是我们欢迎你唱，对我们上次说欢迎你再来唱，然后今天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时间，因为发行了我的第三张创作专辑，是叫做、叫做女人 Woman Woman， 然后你的第一张叫做女孩，对吗？对。Girls， 对，第二张叫做 Between， 哦，然后就变女人了，对，哦，啊、然后再来叫出老太婆，为什么慢一拍？没有，不是，哦，不是，哦，好，不好意思，那不然再是家庭主妇，哦之类的，啊、不然再有点无聊，主持人怎么可以这样？因为他昨天是主持人，所以我刚刚说，那你可以来今天节目给你访问好了，好啊。真的，你去当主持人的时候有没有觉得很开心？很好玩哎、欸，因为我而且你去访问到大家想要那个靠近的人哎、欸，对我接触到了，不是也不是真的接触，就是、哦、但他站离你很近吧？对啊，就在这里哦，有朱志勋，然后何正宇哦，金湘琪、马东石，真的对。然后你终于在台北这边，然后可以用那个韩文跟你家乡的朋友对话的感觉。对、啊，很久也没有那么的，因为我也从来不太会在媒体上用到韩文、是啊，那么多字，就是、对不 对？然后很新鲜哦。对。哦，有很开心吗？很开心。我看你昨天那个你自己的那个 Instagram 上面，哇 ，po 了好，应该是说那天工作完，也不是昨天了，对，真就是你自己也很 high， po 了很多张美美的照片。很 high 啊，因为也准备了，对啊，买衣服啊，拍一下。真的，啊，你有跟谁合照吗？有。就这么近，还没 po， 真的、哦。在等我的，大家可以到我的。Instagram， 到你 Instagram 上面去准备去那个追那些，看我的很酷哎、欸。然后那个是一个很特别的经验，但怎么弄来弄去，最喜欢的应该还是唱歌吧？
你都要进入闭关时刻，要准备自己的演唱会了。对对 对，我在8月18号要办自己的演唱会了，在台北 Legacy。真的，然后我们今天7号，所以11天。11天吗？就是今天8月7号吧。哦，哎，今天是几号？今天8月7号啊。然后你是不是？是吗？我以为是。哦，对对对，7号。哦，我们很荣幸哎，所以过两天，然后你会有一些什么闭关的习惯吗？几天不出来见人啊，还是不去上菜市场买菜？没办法这样，因为我觉得要户外呼吸，要这样子的重大的事情，好，自己的演唱会其实很紧张，但是又不能太躲到自己的世界里面，可能会更内向、更害怕，所以我还是会出来见见人，工作，然后觉得。那样子会比较没有比较轻松，就当成就是一天大家的聚会这样子，对对对，大型的跟你的那个歌迷朋友见面。对，该准备的还是会准备，但是不会完全闭关。但是的确今天是可能闭关前的那个直播通告这样子啊，真的真的荣幸荣幸。然后这也是那个这也是你那个旅行承诺，因为上次你离开的时候我说，哎，孙盛熙，那你歌唱好好听哦，那风靡这边好多，我跟你讲，那实习生啊，最近暑假他很爱来这边电台，电台，他喜欢来听说，今天好像听众更多了。有有有，他们都自己跑来这边，然后假借自己什么，嗯，我跟你讲，我现在要练习拍照，然后就拿着相机自己在那边开心。对啊，好多台相机。但他们你的到来，就对这些喜欢听你歌的朋友，是一个很大很大的那个，对，鼓舞。对，我也很开心，然后希望就是在演唱会也可以跟大家好好的享受音乐。要，演唱会一定也会有这些新作品。对吗？一定。那所以先认真拿起来介绍一下。啊，真的，这是我的。啊，好，那你自己拿另外一张起来介绍。好，不好意思，这里。有，好，快点介绍一下，这个包装很精美耶。这个是你有参与这些就是外表的事吗？有一起讨论，因为你是自己的制作人嘛，那对音乐可能有很多细节的讲究，那这些设计啊、包装啊，因为很，我觉得很感谢的是，蛮细节的耶，很感谢的是这次参与这张专辑的所有的人都帮忙很多，哦，然后包括导演啊、企划，然后这个设计的青林也是，他们都把这个 idea 消化得很完全是，然后他们做出来的东西也是很，我觉得很投入很多心血，对，完全的把我的概念消化完毕。对，你的概念呢？你是一个讲概念的女生。她刚刚跟我说，江哥，那我们等一下可以聊一些哲学。没有，她喜欢看这些书。不敢，不要这样子。在你平常就用这些东西。那，啊，你说。好，我觉得很好啊，有什么不？因为觉得哲学其实，可能看起来听起来很隆重，要怎么讲啊，听起来很严肃，很严肃，严肃的话题，对，很难碰的话题，它也是一个很大的课题，这样很大的那种科应该是科目，好，对对对，在我们谈话之间讲到哲学，好像突然间，但是他 Google 的话，就是 Google 搜寻他哲学这样子，他就会显示一个爱知的学问。对，他就是知道，就是喜欢智慧，爱智慧这样。是啊，对，他的意义是这样子，所以我觉得想要把所有事情想的简单一点，不要太复杂。不会啊，你自己都很想，你自己在那个简单之间也把它变得很有内容。像你的那个专辑不小心串起来，竟然还可以巧妙的有一些代表人生的那种可能阶段式的不同。对啊，我想要记录我的人生，所以我就很好奇啊，就是在你这个从女孩到之间到女人之后的再来，你怎么去看那个奶，哦，就是有一种反正妈妈，对啊，接下来一定有一些很特殊的想法会出现在你，对啊，为什么不可以，对不对？这就是你的阶段式里面都各自重要存在的课题。这张专辑跟之前有什么比较更不太一样的地方？除了你参与制作的这个层面之外，歌曲的安排啊，或是你邀歌，或是一些作品差异不一样的地方？对啊。我觉得这一张专辑里面，我的颜色更强烈了。你是说头发吗？对。没有，音乐上的跟想法上的特色都是，真的想到你头发都变粉红色的了。把所有的东西想得更彻底，然后从1到100我都参与了，几乎。对，
当然很多人帮忙，但是这一次可能大家会听得到更多我的想法在里面，然后很多女人会遇到的事情，有些可能发生的事情，然后一些我的故事在里面，然后可能大家就会可以看得到女人的一些决心、啊、然后直觉、甚至哲学一些习惯生活上的心态，大到想象的无形的，小到细节的生活小事，都在你的每首歌里面有巧妙的安排，然后用了一个曲目，然后用一个歌名，然后去隐约的要带出你对这整个事情的想法，所以其实每一首歌都在讲女人的事，应该这样说，对对吗？是的，是吧？是的。我们刚刚有在那个节目开始前，然后孙盛希有稍微这个试了一下，就今天他现场要准备演唱的歌曲，哦，有那个以前没怎么听过你表演的那种曲式，哎，很酷哎。刚刚那个第三首，不要先都不用讲，反正应该有网络上很多人。第三首哪？哦，好，这感觉很酷哎。然后突然音乐进来，他就开始唱歌，然后他自己都吓一跳。然后那个我觉得很好，就是要让你在这里有一点出其不意。人都来了嘛，那刚刚那个 MV 我们刚刚帮你放的那个是内疚，这个歌是一个怎样的内容？内疚就是上次好像也聊了比较久，你在做这种，你应该你在做的这个歌的时候有在想什么事？你是制作人，一开始是创作的时候是想到朋友的分手，就是朋友们分手的当下，我就有些心痛的感觉才会写。所以他去找你那个谈心，知道了这个故事，然后我就两个都是，还是你也是那种，其实都是自己的事，然后说是我朋友，然后这样这样，也有可能，也有可能，真的是很会耶。两个人都是我的好朋友，然后因为他们觉得，哇。我就写了一首比较电子的，但是、电子但是不是开心的歌，是有一点带一点气质的，带气质的，就是 Slammer 一起编曲的，然后我的共同制作人也一起制作了这张专辑。对，好啦，你都来了，就是喜欢你的那个大朋友小朋友都在那边，哦，也越来越多人了，好好好，你有看到吗那边？现场观众，对对，上次我真的觉得我这一次很感谢我的共同制作人 Joe 陈俊祥，是，对，我也希望大家也注意到这个人的音乐，这样啊，真的，好啊，好啊，那下次不然你找他来，好，他飞去德国了，啊，他飞他抛弃我了，不会啊，啊，所以他演唱会也没有要去陪你表演。没有，不会，那去深造啊，回来可以跟你陪你做更多好玩的音乐。没错，孙盛希来到现场，大家一定要听他唱新歌。上次来了，当然也做我们一些这个表演。这次带着新专辑来，今天的第一首歌，你有什么样的想法？要从哪一首唱起呢？上次没唱过的歌好了。当然啦，是你要把它唱完。我们今天就是有一个，我刚刚跟孙盛希说，专辑十首歌嘛，对，我们就把它唱完。好，今天就唱完。我们的节目安大明星找艺人来唱歌的，就是唱完一张专辑，好，好，好，这样可以吗？可以，这样也是很好哎、欸。他们就我们今天就当一个那个试唱会，就是为了你的8月18号也先做一下小暖身，对 对, 对暖身，然后也为那个想要准备去收藏你专辑的人先试唱一下，好啊，看他们喜不喜欢，或者是在这一次里面，哎，如果带回家的时候，你们会得到的是什么样的孙盛希的音乐？这首歌歌名叫做《原来你是这样的人》，好，这是一种体悟吗？还是这是一种指责？还是这是一种看破？还是这是一种我在创作营跟大家一起写的歌，里面有 Jados。然后 Thyro 杨子璞老师、严云龙老师，我们一起写的歌。然后歌词是严云龙老师写的。然后他在写词的时候，他告诉我的一些灵感是有点延伸到拉冈的镜像理论、镜像阶段。对。然后有点像是婴儿在看到镜子，领悟到自己的身体、自己的这个人。对。然后也有一点像是。我们大家都在生活上学习到很多人的好，但是也会学习到很多人的坏。对，就不知不觉的，然后发现镜子里的自己，原来你是这样的人。所以这是在看自己，对，这是一个自省的状态，然后是从一个生活经验当中你得到了那个不同的那个养分，是，然后忽然间一种形貌上甚至内心里面的不同，然后透过镜子。对，猛然一惊，自己居然变成了自己曾经最讨厌的人啊！哦，还有一些这样的元素在。对对对，好好好，那你唱起来是一种追星，
就是有一点忏悔自省的感觉。自省，好，孙盛熙喝水，这是这位小姐唱歌前的小动作。她喝完水之后呢，就是准备要来跟我们唱歌了。你要站着唱、坐着唱、啊，还是要躺着唱，还是要站着唱吗？你要站着唱哦，好哎。孙盛熙唱歌喽，来听她今天带来的现场演唱第一首歌《原来你是这样的人》。好。他们听得正过瘾，还说啊啊，到这里好了，哈、啊。因为那个间奏比较长，没关系啊，你可以用你的方法一直在那个地方口白啊。你不是一个充满哲学的女人吗？而且我刚看了你，是哦，这件写词还帮自己写那么长一篇的歌词、啊，对，也真的是很想挑战自己，就对了。算是喽，因为这一张专辑参与制作本身也就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嗯、觉得哇，自己怎么会有勇气，真的居然？但是我想要透过这张专辑学到更多，嗯，然后我想过到底要用什么方式让自己变成真正的女人，对，所以才会挑战自己，然后学习更多，然后终于生出来这张专辑的时候，可以给一个交代，就是。好，我真的尽力学习了一些东西，希望大家有感受到，然后可以跟大家分享这样子。真的，做音乐成了你那个就是，应该是离开那个年轻时代之后的那个一个新的那个生活里面很重要的，已经不再是那么的纯粹，那么的懵懂。嗯，然后也不会再那么的犹豫不决，虽然还是会有矛盾的个性在我身体里，不会啦，这样很幸福啊，人可以用自己那个
特殊的才华，然后去表达自己，然后又可以成为一种被大家看得到的方式，然后歌唱又是一些很就是一种最迷人的表演的其中之一。然后相较于可能像一些演员啊，他们用演戏去演别人的角色，哎，其实你默默的唱别人的故事，也让人家自己对号入座，来好像在唱自己的诗那样子。这样哥觉不觉得现在这个歌曲一直放着啊、嗯，我们讲什么都很悲？不会啊，我觉得我们讲什么都会往心里走这样子，而且这个音乐放着人就变多了。当你进门的时候才17000，现在快18000了，所以这样。的音乐他们是喜欢的，然后那个在三立新闻网上，现在就是你的歌声一下的时候呢，人就会往上走，所以其实你的声音对很多人来说是很有魅力的。真假音在转换过程当中，你有那个忽然间忘记你自己是原来哪个声音吗？你的假音很特别，什么忘了我的声音？对，就是忘了说，哎，我到底我声声细到底哪个才是我讲话的声音啊？还是最我有时候会忘，是不是我是认真问这个问题的？因为我的讲话声音跟唱歌声音还是不太一样，不是不太一样，是很不一样，很不一样吗？对对对，好吧。而且那个你的那个真假音啊，又跟那些人的什么那个，就是我也不知道怎么解释啊，因为我也没有办法用那个专业的方式去跟你说我的那个，就是我说哦，你那个假音啊，假的好像真的不是从你身上发出来的这样子。嗯，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哎。然后但那个假音啊，有时候说，哦，那个假音也可以唱那么扎实，这样啊又有点迷人这样。我觉得是因为我自己觉得我的声音很低沉，然后很 man。嗯，还好啦，唱歌的时候想要美一点的哦，是是是，在唱歌所以才会不一样，就想要变漂亮，用唱歌变漂亮的感觉。是的，哎呦，原来是这样哦，难怪。然后你这次发色就决定用这样跟大家见面了吗？对啊，有一点那个，也是真的是更像深色系的颜色吗？有就是你的粉红色啊，那些那种浅浅的那个发色，就是一个算是你某一个闯荡江湖的招牌这样。其实从 Girls 到现在每一个专辑的头发都不一样，嗯，所以也是一个进化的阶段之一。是吗？那这个颜色带你带着什么样的意思在那个跟大家表示？我觉得就是更直接的告诉大家我是这样子的颜色。哦，对，浅浅的颜色，那个是不好说明的。我们今天在持续进行一场不好说明的孙盛熙新专辑介绍，芝加哥大明星这样子。但是因为这个的这样子的颜色可能就不是那么常见吧？对呀、啊，也不好调色吧？它接近一种那个淡雅的玫瑰金这样子，还蛮直接的，就是比较明显的东西。然后我在专辑里面讲的也是。跟之前收敛的不太一样、哦、对，我把我真的个性跟真的我会讲的一些话完全 全都讲在里面了這樣。好啊，真的也是一件很酷的事。然后刚刚他还我刚刚一直问说，哎，原来你是这样的人，然后唱的意思是什么？原来你给了他一个英文歌名，所以都已经在那个英文歌名当中表达你刚刚想要说的事情。英文歌名也是跟对不对内容有关，就是也蛮关键的字写在歌名上面。然后导播应该是迫不及待想要听你的下一首歌。好、啊，你让我们准备这叫什么？听起来像借口吗？是这样？听起来像借口吗？这是怎样？这是一句，又是一句什么话？这是一个我生活习惯的一些对呀原因说明、啊。这就是我刚刚说的崇拜他的原因啊，就是这样。有个人说，你看这首歌词，其实这首歌名就叫孙盛熙就好了。对啊，因为词曲都是孙盛熙，然后可以帮我带，就这么多的歌词啊，都是这首歌的歌词。对，他是专辑里面最多歌手的一。我觉得你最多歌手，最多歌词的歌词。所以等一下一定要让你唱完啊，才知道你有没有把它背起来。很难背。那你演唱会上有要唱这首歌吗？有啊。那你怎么还没有把它背熟呢？对啊，怎么可以这样？没有啦，我来考考我，赶快。啊，你考考你自己耶。对啊，然后你真的没事写那么长的歌词。大家仔细听的话，可以听到有些是女人一定会面对的苦处，可能是胸罩，可能是月经那些东西。是。然后有一些是我自己的强迫症跟压力的抒发。然后有一些是生活上的习惯，我丢不掉的执着，再来是有些是真的借口哦，但有些真的是有因果，对哦，你因果都想出来了，对，好，你就是一个这么特立独行的人，然后喜欢在这里面讲形下的，又讲形上的，还要讲一些有的没的，然后还要再讲一些就是一辈子都扯不到的。反正那个就是这一首歌叫做《听起来像借口吗》，那你。
他要喝水了，喝口水，这一首歌真的需要喝口水。好，我想你们一定要好好听哦。然后他虽然呢都自己想，每次都讲说他讲话还带着一个好，我可能轻轻的韩国腔，但是呢他等一下会很清楚了吧？这种国语歌唱的非常非常让你好开心，每次来真的就是第二次来这边唱歌。好啊，那我大家好美丽，你们知道吗？知道。然后大家都觉得你的歌声很美丽，希望你先用这个歌声征服他们。但是大家都默默的看。没有啊，你唱完之后，你征服他们之后，他们就会给你满场的喝彩掌、嗯啊、掌声。来听孙盛熙今天带来的第二首现场表演，好不好？好，听起来像借口吗？耶、有人说他懒，说他笨，他的脾气和他爱哭的个性都不讨喜。他们总会发现，连他自己都并没有察觉事情的因果。时常被忽略的是似乎不存在的一种问题所在，胸罩这个发明实在太奇妙，作为呼吸脑子需要的氧气，挡住了理性的思考，头痛甚至有时还会有点像胃痛，因为假装想要拿掉的压迫暗沉，却有助于创作。我把它唱完好了，我要考自己歌词，好可怕，我一定会漏词。一个月一次，就那么一次，都需要休息，但不行。我在路上，甚至才刚上车，又被糊了。又迟到，因为太晚收工，太多事情太晚睡着，这的确是借口。所有坏习惯会不会到80岁都一样不改善？是不是一直吸收因为压力有过多，睡不着是因为咖啡有很多，咖啡是为了是做更多，错过我明明白白才刚刚说过，说过的话要再去确认过才会过，关关都太难过，奇怪我的理由你都全部是假口，解释太久反而会有反效果，相信我是我想要，我是最完美的，所以才痛到不能再痛。破问到底要确认几次才会碰？太重，我的后背包真的太重。化妆包别闹，有更美的。无法有些拒绝，就是没办法摆脱。我也不想被大家接受我多年来习惯的生活。天啊，我想说的就是一切都有因果，越自责也不再指责他人，去了解。我就更好过。耶、yeah, ，唱完了。Yeah, 谢谢。你都唱对了，你好厉害，只有一个，有只有一个三个字，三个字而已，真的只有三个字，就是这样。你在唱那个洗手的时候，我回去加强的三个字。不用不用，真的很好听啊。然后你看你这个里面，然后充满了很多那个生活当中这个女人观察自己，然后。可能有一些时候是一个小困扰，有些时候它是小甜蜜，有些时候又是一种那个生活当中的小紧张。是的，我好像是第一次唱完公开场合唱完这首歌。耶、yeah, ！我就跟你说吧，然后你刚刚你唱完，他们都很嗨，所以他们刚刚都拍手了。独家，独家。
而且刚刚就是我就说嘛，这个人真的是自虐，把自己的词写的那么长，对，而且还在那个里面那个音节里面啪啪啪啪啪啪啪，而且还要真假音转换，真的是是啊，我说你就是蛮有事的，但是这个歌就是特别嘛，听起来就很有自己孙盛希式的那个感觉，以后就是走一种快嘴，一直唱，唱得很热哈、哦。还蛮好的啊，你自己哎、欸，这是完成一个挑战哎、欸。我刚刚就想说，唱完嘛，那、啊、唱了一半就没意思了，这个是就是后面那里才是精彩的。因为我觉得也算是个暖身，大家也可以来到我的演唱会，期待你的八一八晚 live 唱一定有更酷的事情。然后、那個、因为所有的乐手又会是不一样的氛围。我也相信，我也相信，今天是用一个简单的卡啦，然后你在那种办公室里面，难免会稍微收敛一点。到时候、欸，而且我也想要介绍一下这首歌的编曲里面有吉他手李友廷，然后 keyboard 是宇宙人小玉、哦、然后鼓手是唐承运小胖，是，然后 bass 手是韩国的袁君丽、嗯，他们。我觉得都是很高手，然后我们的共同制作人 Joe 陈俊祥他也一起编曲，所以这首歌里面所有人的能量是很满的，嗯，然后包括我的能量也很满。要啊要啊，你那么爱唱歌，然后你看你可以一直一连出道的第三张专辑，然后每一张专辑都带给大家一些全新的那种听觉上面的刺激，都有收藏的价值。真的、啊，希望大家会慢慢的品尝那些。在这个数位的时代，还有人把自己 CD 做得这么漂亮，真的，因为里面藏了很多细节，希望大家慢慢的发现。对啊，藏了很多细节，就是他连写给我的字都藏了很多的细节，他写错了，然后画了一个好大的爱心给我，不要透露我们的秘密。他就跟我说，他跟我送你一个好大的心，然后明明他就写错了一个字。不会啊，这就是你，就是很可爱跟特别的地方。事情都不会有错，在送出去的之前，只要能够完美的把它做好你的设计，对不对？然后你这专辑这么可爱，然后这个粉粉的颜色都搭着你的头发，它有一点像是因为有蓝色跟紫色、粉红色这样子、嗯，就也是一种很这个时代里面的对那种氛围的感受，有点像是矛盾跟分裂的那个状况。这位太太就很喜欢，这位小姐很爱一直往，你真的很爱把自己往心里去。可是我觉得这样很好，也许就是因为你有这种很特意的能量，然后很喜欢分享那些，对，就是看你从你外形看不到的那个内心世界。是啊，所以你在唱歌的时候，你看你在转换那些真假音啊，不会有人去太在意那里面到底有没有所谓的瑕疵，或是有没有更引人入胜的那种奇异的创造，但他们会在里面感受到你唱歌的魔力这样子。我唱歌有魔力耶，谢谢，是一种魔力。我个人觉得，它会让人就是觉得，像你刚才那转音啊，我想说、啊，这是你的声音吗？我是一个真的是这样的感觉，好酷、哦，我也回去看一下，我到底等一下先回去看，我觉得很好玩，就是这是一个现场的这样的那个节目，然后让你用简单的那个，真的是一些音乐，然后让你可以这样好好的那个。表现出来，导播真的心有点急了，刚刚又放了另外一首歌，不是顺顺想要听他顺顺的走，我知道他的心情，他也是一个充满期待，因为今天你要来，然后再一次的造访，其实对那个这边曾经上一次啊被你歌声震撼的大家，就是带着期待的心情来。对啊，所以刚刚我听到我要唱的第三首歌，我知道，但等一下再唱给他听。好啊，我们为什么要唱？我们是但是今天不是要把那个十首歌要唱完吗？对啊，你没有那个的那个唱到的歌，这里面都要来讲一下。所以呢，我随便点一下好了，什么？最后的最、很晚的晚安呢？我拿一下面纸，我的经纪人啊，不好意思进来，就走进来嘛。对，走进来嘛、欸。很晚的晚安是什么意思啊？很晚的晚安。三点哦，三点叫很晚吗？还是可能是五点啊？五点叫早安的吧？我制作专辑的时候都有时候看到天亮才睡。所以是以睡觉这件事情作为说晚安的时间界限。当然是这个意思啊、哦、好当然睡觉这件事情要说完，对，那我但是很晚的晚安也是很早的早安，很晚的晚安也是很早的早安，对，这是李卓雄老师写的歌词、我真的随便点的，那你可以现场唱一下很晚的晚安吗？我请播把那个、啊、他你看他已经你看他小声说小声说很晚的晚安，最未必在身旁，请相信天色渐亮，很早的早安，泪是伤感，同时也温暖。我故意唱小声的，因为小声说不会啊，你刚刚故意唱小声，然后听起来像那个十八岁的时候的说晚安，然后唱到后面就二十八了。
哎，不好意思，我是真的啊，但是我是很有诚意的跟你讲，所以我就说你声音很百变，好奇怪的那个形容哦，不会啊，就是、啊、没有很酷很酷的形容，啊、是不是？就是人就这样嘛，就是二十八岁的人永远知道十八岁的时候是怎么去说晚安的，但十八岁的人不会知道二十八岁的人说晚安的心情是什么。哦，是的，对不对？是，刚刚这是。Give me five。 哎呦，我又讲到你心里耶，真的很难得。这是你这个专辑里面的最后一首歌，我觉得歌名很特别，也充满了你这个女生那个奇思怪想的一些那个。因为有时候可能我们大家交、哎、不是交班是什么？加班回家可能很晚了、然后可能家里也没有人，或者是家人都睡着了。就是你的那个晨昏和家人的作息刚好不能够搭上线这样子。然后可能会带一点孤独感的一个。社会人，现代人，所以是唱给那些忙碌的人听的。啊，真的有人是用很晚的晚安跟很早的早安啊，真的也是真实生活当中的事情。然后就是只能心里小声的说很晚的晚安、但无论有多晚的晚安，都要表现出有多美丽的这样的心情。因为我的曲序是有设计过的，早你看我就故意从颠倒来，我人真的很好、啊、颠倒来了，对，我不知道要怎么串了，没关系啊，所以你是孙盛熙耶，就是可以给他串起来、啊，对啊，因为从这个曲序是从分裂第一首歌就是从接了上一张的概念，先从分裂到了内疚，因为上一张我是。专辑叫做 Between 嘛、我的那个状态是很矛盾很犹豫，所有的对错左右都常常处于之间、那这一次呢，我以为当了女人就比较不会没有那种摆荡的，就是一定有一个明确的，对，但是我发现我的个性中很大的一部分就是矛盾，哦，是，所以我把它升华为我的优点，因为我觉得可能犹豫不决也是因为想过了所有的可能性才会下定决心，才会真的很会帮自己找理由哎、还会说服大家说原来我这样子，然后理由博真的很好。然后就从分裂到慢慢的找到自己，然后自我愈合。是自我愈合那首歌是跟钟瑶一起完成的歌词，还有我的好朋友 Molly。是，然后慢慢的发现有多美丽，世界有多美丽，自己有多美丽，真的。然后再跟大家说很晚的晚安。好啊，那有多美丽，有多美丽，有多好听。很好听啊！那 我们要唱有多美丽那个，我里面也有藏一个怎样？我在导播版那个藏一个什么导播版什么鸡？藏一个，你说在这里面吗？藏一个 cross 是不是？还是藏一个什么什么玄机？玄机、哦、对，好，藏一个玄机。对，不是吃的鸡，没关系，海南鸡，玄机吗？藏在有多美丽吗？对，最后，大家听到歌曲的最后的话，就会发现、哦、真的哦。好，我们要回去认真听，但现场听没有玄机版的、怎么唱了？哇塞！对啊，我很诚恳啊。对啊，你看这些孩子，应该发那个信，及时给他的朋友。哎，怎么唱了啦？我怎么知道、哦？给你看歌词。好啊，你应该就会唤醒了。突然，你看吧，我刚刚跟孙盛熙说，哎，我们进来开箱。他说开什么箱？我说开你专辑的箱啊，就是每一首都把它唱一点点。好。然后就说我会忘记，他不真的忘记了。好。哦，原来他没有副歌。哦，有啦。哦，是这样。因为这首歌的构造有点特别。真的。有点像是主歌副歌，但是副歌不是副歌的那种副歌。对。你又在跟你讲哲学了。对啊，白马不是白马，白马非马，黑马不是马。好，来你唱。嘴巴有什么形状？讲话才像歌唱。把愤怒柔柔的讲，悲伤说的无伤。耳朵还要多漂亮，才能听见漂亮。爱人的絮语，家人的烦恼，心底的回响，都值得珍藏。谢谢。我发现你把你声音变小声的时候，就会回到你更小的时候，然后你就会拉掉那些。但我刚刚是想说这首歌，我用更成熟的心来唱。真的吗？那就是一个回归到你那个成熟状态当中的回归，你的淳朴的原来的那种。我觉得是因为没有受到污染单纯的心情。的确，这首歌的灵感来源就是斯多葛学派的想法之一，就是他把所有的
状态是融合为大自然。哦，对，就是不要 我想要在这一首歌讲的东西就是希望大家可以爱自己，然后不用刻意去改变自己的样子，嗯，然后发现自己的美丽，好好称赞它，好好欣赏它，然后对，天哪，融合于大自然。其实你是孙教授哎，西教授你好，谢谢教授今天来这里帮大家上一堂那个用音乐带来的那人生当中的想要个人体验课这样子，这很好啊。我相信你的专辑应该可以发到80几张吧，因为以你的脑，对啊，你脑袋里面装那么多东西，就随便打一个东西说，哎，我这次要做的这张专辑叫做真的，其实真的什么东西都可以，是啊，变成音乐。但你真的很会讲哎。谢谢主持啊，真的是，但你歌又唱得好听，这人真的是也太……所以请问建安哥，你说觉得我的专辑里面哪一首歌最好听？我个人期待等一下他要现场唱的这首歌，这首歌因为刚刚我在他试唱的时候就很想说，好啊，你真的也是很会弄你自己，那等一下一定要好好听一下，你到底怎么把自己这首歌他。放歌这样让自己吓到，我就觉得，欸，很有趣耶。他看起来是一个其实是应该很沉得住气的人，然后突然间可能那个自己也忽然忘记，哇，哦，这歌原来有这么巧妙的安排。你刚刚有发现我是在访问你吗？一点点。然后我 还不够多吗？我再想一个问题。再想一个问题。好，对，想不到了，没关系，我不能当主持人啊。好啦，没关系的，你来唱歌就好。自我愈合，哎，好啊，这是一个怎样的概念啊？疗伤，这个就是，哦，真的是疗伤。大家应该都有听过那些杀不死我的街，只会让我更强大。哦，对，就是这首歌讲的东西，就是女强人的脆弱的一面。但是我们会接受那样子的力量，就是伤心跟心痛的任何压力都好，可能会接受。拥抱它，然后消化完之后我们会变得更强大。我觉得啊，如果有更多的人听到你就是今天我们谈话的内容的话，你粉丝啊，就是尤其是在那些就是一些会掉吗？不是，会突然间暴增。那些女人会心想，哦，天哪，孙盛馨你帮女人讲了这么多事啊。我觉得他们可能一直在听歌的时候也没想到那么多，其实人突然间找到一种共鸣的时候，你会变成很多人的信仰中心呢。这首歌的灵感来源也是姐的时代，然后钟瑶，是，对，我觉得她给我一个女强人的印象，但是她也有表达自己的伤心的一面在剧里面，对。然后我看到她有一次躲在桌子底下哭，然后我就觉得，哦，想要邀他一起写歌词，他给我的形象这样，哦，是，对，那你就邀了他，他就答应你，然后我就对答应我了之后，我就学到更多，因为他感觉真的比较比我更成熟这样子，对，不会，大家有各自那个擅长的地方，然后你们都有对某件事情参透了不一样的能力，对，我们都很有热情，然后真的不同阶段的不同。女人，对，真的啊，你要坐着唱还是要站着唱？这个坐着唱，真的哦。那我们要等你唱，大家好像等我很久了。对啊，因为我们要卖关子啊，然后进来的时候才能，所以现场要先安静5秒钟之后，然后才准备听你演唱。好啊，欢迎孙盛馨。等一下，他还在喝水，5秒重算。他喝完水之后算5秒，然后要进他第三场。哭过了就不再哭了，悄悄拥抱伤痕，我自我愈合，下雨了就唱脆弱抵挡，让坚强不慌，把心放亮不照亮，天亮了就不怕黑了，伤的痛的碎的都会自我愈合，曾为谁断线却失去失望的回忆，得了心也开了。How are you feeling? How are you feeling? How are you feeling? Do you really feel it? Yeah. 回家的街巷，一双手空的。
亲吻，形状清晰不是确认不得哦，当爵士乱唱被红酒摇晃，无不中下呼吸啊，我开了扇窗去喜悦晚清的嚷嚷望，就不再哭了，悄悄拥抱伤痕，我自我愈合，下雨了就成脆弱抵挡，让坚强不慌把戏放亮，不照亮天亮了就不再哭了，伤的痛的碎的都会自我愈合，曾为谁甘心却失去失望的回忆，一旦了心也快乐。到这里，谢谢。自我愈合，靖哥的点你非常的满意。啊、我说刚刚 导播靖哥的点让你非常的满意跟惊喜、啊、好棒，你知道为什么吗？谢谢。为什么？因为她是一个女强人，厉害，真的，我就知道，真的强人最懂强人，所以你们两个就是突然间有了一个默契，你只是比个五四三二一，你手都落了，你知道含义就下了，那感觉真的就是一种心灵相通。然后我刚刚在那边听你唱这首歌，觉得你特别的迷人，不知道为什么，真的就是一种很有那种、哦、就很有一种特殊的那种觉得你是一个 有一些能量的人这样子，然后 你也在用这种方式，其实在跟很多人交流，然后这种交流的方式也只有你才做得出来。原来你的歌里面有这么多你的心情想法，那不止他那种已经不单纯只是一个创作，你这次跟音乐做这么强大的结合、嗯、其实某些时候已经在做一个现阶段自我的那种几乎是赤裸的剖析，算是就是把我自己脑子跟心里都算是赤裸的给大家看、嗯、然后希望就是我传达的是真正的感受，然后大家感受到，可能就只是因为说，因为你的语言跟你来自的那个可能你原生的家乡，然后可能造就出一些因为这些那个沟通说话上面声音的那种比较可能有一些距离感，因为难免嘛，就是可能有一些你自己家乡的口音、嗯、是，可是细细去从这个口音里面去听你要讲的那些事，反而就觉得哇，这个来自外太空的声音真是迷人，他在讲一些外太空，对啊，因为这跟这个世界不一样啊，跟我们熟悉的声音不一样，那就简称是一种外太空好了，就是你是一个来自外太空的那个奇妙思维，然后要跟这里跟你同样那个有心灵状态的人去产生一些那种撞击，然后你的歌声又在真假音之间就制造这种外星跟真实地球的那种特殊的那个不同的状况都在里面。讲到外太空了，真的啊，外太空怎样？你现在想要去哪里？火星吗？但是前阵子火星跟月亮有同框吗？我觉得建安哥真的是从外太空来的。嗯、怎么说？所以我觉得我们才可以这样。哦，欢迎你来，Welcome。真的吗？我有让你有一种来自外太空的感觉吗？有欸、你认真哦，就是那个思维。突然间就跟你聊起来，因为他我跟他深深气就说，江哥我这么近又来了，我说来啊，很好啊，你今天有新作品来，怎么会在这么近的时间来，就你如果下个月又发一张专辑，我们还是会找你来啊，你在这里唱歌这么多人喜欢你 是不是，只要你随时常来的，对啊，你就跟我说哎，我九月又要加场，那就是来啊，反正我们就认真的一直帮你在做那些相同的那个事情，但是因为你每次来状态都不一样啊，你看你上次来的时候是我们第一次的见面，对，然后你这次来的前几天你竟然是当了主持人，你怎么会知道下次来之前你要做什么事，对，说你去拍了一部戏也有可能，对啊，然后说不定你又去开了一个学校啊，啊，我们怎么知道开学校，对啊，当老师，我开学校为什么不行，你那么会做这么多跟音乐有关的事，你是可以出来和别人交流，甚至可以教别人啊，交流自客气，没有啦，指导，我还在还需要学习，你看那些孩子今天就是一个新兴学子来这边听圣熙姐姐说故事，最近是实习生期，对啊，你自己公司里不是也很多吗？然后今天我们这边也有，对，对他们今天来之后、Hi、应该也会对你有一些不太一样的想法，哎，你的人都一直维持在那个地方，哎，所以你的上课是有魅力的，人都没走，没有了，我真的不敢、嗯、不敢教，我可以教韩语，
哦，OK 啊 ，OK 啊，这歌比较稍微轻快啦。虽然说在背后唱的歌词有一些值得你要去玩味的一些情感面的那些细节，嗯，可是你会用这种节奏去完成这个音乐的表达，一定有你的原创的一些想法，對對對，你想要怎么用，就希望。对啊，这一次就好玩的地方就在于可以参与很多的编曲上面的想法，嗯，就更像是孙盛熙会听的音乐或者是喜欢的音乐，嗯，做出来的，因为参与了制作才会。更贴近，对，真的，而且你看，你自从那个单独就是成为一位发片的歌手啊，然后我相信你也应该很少听到有人一直会一直问你说啊，以前比赛，那个都应该都是第一次见面，因为你的每一次出来，就是你的作品太多迷人的地方了，其实都可以让人家就是去想要探究每一次你新带出来的东西，嗯，因为我也觉得每一首歌真的投入很多心血，然后每一首歌也想了很久才会做很多决定，嗯，对，你是一个创作能量很大的人嘛，所以你又背好了，创作能量不大，真的，哦，你有背好你下一张专辑的十首歌了吗？已经录完了，你录完了，啊，那制作人等一下直接跟他的经纪人问一下那个通告时间，他已经录好第四张专辑，所以你清楚，好笑哦，真的，怎么啦？制作人差不多那个，大家在期待那个孙盛熙告诉我们，就是8月18应该就是一个跟大家最有机会更近距离见面的时刻，对吗？然后那八月十八号你会带来什么惊喜？台北华山 Legacy 我的，嗯，我们漆黑中存在这场演唱会，啊，希望大家可以来跟我一起，嗯，开心的享受音乐，然后对。你看吧，我刚刚跟你讲说，你专辑可以一直发到七八十张，哎，你第四张都录好了，我们就等着给你敲通告就好了，好不好？哎，欸，还有那个怎样？你要第五张也录好了吗？没有，不是，喔，21、23、25号，21、23、25啊，也是我们企业中存在的巡回。哦，真的，你这次会唱到北京、上海、广州，北京、上海、广州，哇，好棒，哦！希望回来还可以再开。要啊要啊，就一直唱啊！你的歌声越来越迷人，然后喜欢的人越多，就会有开不完的演唱会。太好。今天一个女强人导播就是跟你有做一个音乐上的完美配合，然后祝福用这样的方式在你那个准备进入那个更重要的一场那个个人的活动的之前，算是导播给你的一个祝福的能量，希望你当天呢就一切一切都可以如你喜欢的状态当中去呈现的。好的，我相信那种所谓的完不完美在你心里有自己的一把尺，跟外人看到的也许不一样。对，其实我很追求，你唱歌会哭吗？很追求完美，但是，哦，你唱歌会掉泪吗？你是那种女生吗？有几次有些歌有些状况下太有感觉了，真的，哦，所以有几次在校园差一点哭。哦，真的吗？对，好啊。然后我刚刚想要讲的忘了，没关系，你随时都可以再来说啊，不然你就可以那个随时请我要我们去找你都可以。好啊，不会的，没有一句话会忘记，然后每一句话都会在你下次突然想起来的时候，你就跟他说上次在安大明星光街就是这句话，顺便帮我们打一下广告。你的八月十八号有这么多的朋友，对不对？希望当天喜欢孙盛熙的粉丝朋友就把他逼哭吧，他一定会在你们强大的催泪攻势之下唱到哭的稀里哗啦。现在应该都还很坚强，没有这种想法。我说唱歌唱到哭的那个不可忍心，对啊。我们为了要对你的那个演唱会送上祝福，制作人很好。等一下那个虽然节目结束，他会再播一首你的 MV 完整版，人是不是很好？很好，还不错哈。他太喜欢你了，谢谢。真的，第四张录好，他已经去问时间了。他等一下通告就会跟我说，哎，九月几号孙盛熙会来，就来，没有那么快，又没关系，就来嘛，有什么客气的，真的啊。但他们都回去上课了，是啊，对哦，真的，今天还开心吗？这位盛熙老师，今天还愉快吗？愉快愉快。好，那个八月十八号一定要认真用力大声唱，好啊，好啊，真假音换到大家开心的不要不要的，好啊，好啊，好吧。你的新专辑再郑重的跟大家介绍一次，在节目的最后，我的新专辑。女人连专辑名称都有想过，女人中间有一个点，嗯，就是数学的乘以，哦，然后我想要透过这张专辑学到更多，然后自我挑战，算是成功的一张专辑，是送给大家，希望你们会慢慢的品尝一些我的想法，然后可以得到一些安慰。跟开心的感觉，好，一定可以的。谢谢你今天下午陪了这么多人在那个线上一起，让你的歌声感动很多人。谢谢，希望大家都是愉快的。谢谢金安可，谢谢孙盛熙今天的安安大明星，祝你八月十八号演唱会大成功，大成功。
来听孙盛熙的歌哦，谢谢你，下次见啦，大家。你要的全都在这里，暗暗的明星，你要的无限量供应。混乱漆黑中存在，他分不清好坏，意识到痛是罪，爱是谁的痴痴醒来，左右不停摇摆，自己渺小。